足球明星鲁尼被踢爆，英格兰足球明星鲁尼又上头条新闻了。一位外号叫英超珍妮佛的妓女指鲁尼在妻子怀孕期间跟他黑手过七次，还跟他一起玩三 P， 但鲁尼是一个无趣的性伴侣。这不是鲁尼第一次嫖妓，2004年有报道说鲁尼找上年纪比他大几十岁的妓女。英格兰足球队的管理层将继续让鲁尼为国家队效力，他的队友也全力支持他。但也有坏消息，鲁尼的太太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可能会提出离婚，结束两年的婚姻生活。不过球迷比较担心的是，这种丑闻会不会让鲁尼在球场上分心，使他的表现跟在世界杯时一样差。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